人这么少，对啊，因为我刚开播五秒。螺蛳粉，对，螺蛳粉今天在床上。螺蛳粉顶八碗米饭，太好了！我不光有米饭，我还有包子呢，我好过分呢、哦、我。吃的好认真，因为真的饿。今天的外卖送错了，送到了奎哥家，然后我还在那傻傻的等着呢。谢，贼棒，妈妈的味道。没事没事，我的那个这个支架倒了。谢谢，主要谢谢壮壮。啊，笑死我了。真的。我说，我在家的时候我都已经饿极了。我都已经饿急眼了，然后我还看到了配送成功，然后我就问、你配送成功了吗？我接到了吗？然后他说我已经送门口了呀，然后我就发现可能是我的错，然后我就虚张的问了一句，是哪个小区呀？他说青岛啊。啊，那没事了没事了。然后他说是梅先生的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梅先生的，然后我说梅先生，我说你是准备来了吗？所以让他送过来了。并没有，就是送错了。不是，我刚怂恿他们都去你的直播间里去骂你，去谴责你，然后你就打过来了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炖牛肉很好吃，妈妈的味道。我说一定要让你那个让你愧疚。问你吃的安心安吗？你还别说，挺好吃的，倒是有点心安。确实是挺好吃的，但是我还是想吃你的那个红烧肉。是吗？那我过两天再做吧。我今天刚做完红牛肉。Okay. 那红烧肉，我觉得下次换成那个鹌鹑蛋
就比会比上次更好吃，嗯，上贼次那不个主要蛋那个，弄的不好主要它真的不腻。是吧？嗯，就是不用嚼的那种，入口即化。对，尤其是再来碗米饭，但是那天实在是吃不下去米饭了。你不主要是那天咱吃红烧肉的时候太晚了，就都快吃完饭了，然后才吃的主要那把个它忘了。肉，我把它给忘了，因为炖太久了，炖的。炖因为忘了，那天就主要是想吃香椿炒鸡蛋。对，我一下次一定再做一下，因为太好吃这个了。小姐姐是谁啊？这个仙女是李小葵的媳妇儿，特别美的媳妇儿。你不要觉得愧疚，你就昧良心好不好？没有，绝对是最美的。就是因为今天对不起我是吗？嗯，然后你知道吗？然后你说你回去了，我当时都愣了。我当时在直播，我说壮壮，我说你联系你小梅哥，他是疯了吗？主要我们俩都忘了，他咵呀一停车，然后呢，走吧，然后我说好的，再见，下车我就点了外卖。然后他就给我他我看了，然后你他你说他那个什么时候我在看了，他给我发的，他去采耳，我说为嗯，什么采耳？我让亮亮给他打电，壮壮给他打电话，我说为什么采耳？是不是我？因为我们俩都忘了。然后你们都说不来了以后，壮壮扭着头过来跟我说，嫂子，我先吃饭了，我太饿了，本来都在等你了。我也是对不起壮壮。因为有名媛什么媳妇儿有几个赖你室友了？因为有名媛什么意思？哦，名媛采耳啊！啊哈哈，那不行，那得去莱阳，应援采耳。啊，我现在才活过来，那个时候我好饿，我都 快你跟还外卖买挂包起子来啦？了。啊。我看你点的包子，我本来问我跟壮壮还商量，我说要不要给你来点米饭，壮壮说不用，他点了大份螺蛳粉，不用米饭。嗯，对对对，得亏没来米饭。你来了哦，月饼不是饼。主要是真的是饿得不行的了。哎，对，都等着呀，没有想到你们能傻本本成这样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哎，今天做的是不是牛肉是辣的也挺好，也可以哈。可能是我的螺蛳粉比较辣，我没尝出它是辣的。壮壮说有点辣，我尝了一下子。啊，看到了，辣椒。还好吧，还是好。干辣椒。就还好。我出不了教程，我做饭太慢了。你想，我今天做4个菜，我做接近3个小时，你觉得我能出得了教程吗？没事，第咱一们次看来着就。哦，你好啊。但是我做红烧肉真的做的挺好吃的，真是吃过的。嗯，确实是不错。实话实说，没有捧啊，没有捧，没有因为因为内就疚感。是。你不加这个，大家不会认为的。因为那天来吃的，大家都说好，每个人都夸我了。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不好意思，反正都夸了。确实是好。那天都有谁来老着？切手，有九成哥、九重哥、九江哥，是不是嗯嗯。就这几个人来着？对，想起来了，我老感觉有老关，然后想了一下没有，没有。有那个关哥的是好，再早一点了。嗯，啊。但是我不会拍视频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没有办法出教程。我可以写个教程吗？放弃梅梅了，嗨，你可以让壮壮在旁边啊，是吗？但嗯，不行，不适合，就太。我们家不适合做饭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虽然我买了这几个锅，但啊是是，你从我收拾出来，你来过吗？我把那一个桌子都收拾出来了。
没有啊，就是我现在做饭高级一点了，你再说一遍，你收拾了什么？没酒量，你可以走了，咱挂了吧，好不好？对不起啊，掉出去了。梅梅，别吃了，人家说你别吃了，你会胖，然后让你跳《本草纲目我都这样了，我还不吃呢。这如话不果应该，跳《本草这个话应该对对面的嫂子说。那你也》，不我胖啊，胖吗？没酒你也不量。胖啊？对呀，你反应过来，你也不胖啊。不是，但是今天大家都说我像150斤，没有啊，都可能说我很胖，太白了。白就显胖啊，黑显瘦啊。对。你们看看，一晚上了都不如一个不能喝，说的好听，都在损我。所以啊，下回拿黑纸直接挡着脸。他们说你半夜讲鬼故事可损了。也没有吧。我就是讲了讲厕所里边伸手的事儿，他们说你是为了逃避磕头，所以才夸我。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因为本来就没想磕，他是有一个说可以让美美跟我说声晚安吗？谢谢。才几点呀？再待会儿，好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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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拜拜。这才11点，还没到半点呢。嗨起来！啊，天呐，我感觉我好他们难说受。你，我刚才在吃椰子，然后吃椰子冻，然后人说咱俩批发椰子了，说你这两天天天表演开椰子。我刚开完，我刚刚在吃这个椰子冻，我觉得我椰子冻比较好吃哎，比椰子好吃，比椰子汁儿好吃。嗯，你可以尝一下椰子冻，特别香。但是我太甜了，对，就是有点甜。所以就。把椰子送给梅梅，让梅梅拿头开，然后给你吃。有个人说要让你拿头给他开椰子吃，咱现在的新绝活，真的假的？你上绝活了？只要你刷火箭跟那个嘉年华必开，用头开吗？嗯，当，对，你会吹，你上一个吹热水袋的绝活吧。你以后直播你必有得才艺呀。上点才艺行吗？那不行。因为用头开椰子还能诈骗，就你是吹个热水袋也行啊。你刷完了之后，然后我撞一下，我就告诉你没开开，就完了。你怎么自己刨了呢？因为也没有人送，无所谓。哎，你钢筋锁个喉，我给你刷个火箭怎么样？我能给你钢筋锁个筷子吗？我真给你刷个火箭，没有关系。啊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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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人问我嫂子梅梅她有没有腹肌，我怎么能知道？你就说有。真没有，瘦的跟啥似的，还腹肌。哼。哎。啊。哎呦，你喝茶了？北冰洋呢？玉米须子，泡的玉米须子，玉米须子不是降血压的吗？是吗？不知还是道啊。降血糖的？
不是降血压就是降血糖的，不知它道。有1.5块。建国哥呀，建国哥来了，在我这儿。我想饺子，我要吃饺子。我今天刷到建国哥烤鸡了，然后在那个转的那个烤鸡，我还给他点了个赞，是给吗？嫂子点了个赞。我怎么感觉我好像关注过建国哥，我怎么没刷到过？是嫂子发的，嫂子啊，发的建国哥在烤。太过分了，真是太 过分了。梅梅比我白，爱德云社重庆工作人员，你这就昧良心了。他没我没白，有，他滤没镜有，比我白。真没有。不可能有我白，我认识的人还没有一个比我白的呢。他没有我白，没有。他比我瘦。他白的不正常。他开美颜加滤镜了。并没有，是因为我脑袋上有个灯，特别亮了。美颜就开美颜了，真有意思。哎呀，我就是因为我开个美颜就太白了，我太但是毁我的了我。脸比他瘦啊，他腿也比我瘦，啊，说他死3天都没有梅梅那么白。你开个美颜就跟他一样白了。我为什么没有开美颜，没有开滤镜？因为开滤镜的话，它就是好白呀，那个滤镜它白的不正常。对。但是我的手机所以还我自觉带得，美颜，但是如果我本来就这么白，我再开我会比他还白，就虚了。就贼不像个人是吧？那种，哦。因为有一次我也是，就是那个灯爆的太狠了，嗯。然后我还加了滤镜，我的妈呀！当场我就感觉这不是个死尸吧？人都说你都反光了，说死3天都没你白。嗯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让他死3天试试。他比我瘦啊，他真的比我瘦，他腿比我细。因为去年在火锅店的时候，我们俩比过，那会儿也我确实也胖了啊，我现在确实胖了。我瘦的时候，他们肯定没有我，没有我瘦。我只是最近胖了很多，我从2000年吧，从2000年到现在胖了好多好多。现在也比你瘦。啊，就是腿比我瘦，还能咋的？现在我都不敢穿紧腿裤了，你现在穿裙子了。因为不会让他们自卑。哎，你我等明天，今天太晚了，我都等明天吧。我明天想发个壮壮来，我明天能咋把咱俩的腿的照片发出来，咱俩比的腿腿的那张，啊，就是那穿那个咱我俩这儿拍腿穿的秋那个裤照那个。片。啊，对对对，太凡尔赛了是吧？是吗？我，哈哈，我还挺开心，有人夸我了。谁呀？就是梅迎飞的一个，就是应该是你的粉丝过来夸我了，他说我最美。没事，一会儿我就给他踢出去。然后人说你昨天承认开美颜，他今天也承认开美颜了。对呀，我是开美颜了呀，因为我关不上了。我老公现在在三亚呢。不得不安利啊。vivo 手机是真的好用啊，不，OPPO 手机是真的好用。拍照手机嘛，我哦，也拍，换那个就好了。嗯，拍照哎贼呀，人好。说你发际线比我高好多。嗯，没有，咱俩可能差不多。然后梅迎飞的梅九亮说，他说的是不开美颜他丑，你不开美颜你丑。是挺丑的。嗯，他是事实，不反驳。我老公去三亚了，啊，哪个老公？我只有一个老公，张艺啊，兴张艺是兴我啊。的老公。梅 酒量多重？我觉得他也就110斤吧，
兔子了。肉夹馍，你还吃了2个包子，1份螺蛳粉，1个肉夹馍。还有牛你肉，是不是今天一天都没吃饭？吃了，但是我现在就是这么能吃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可能要长胖，他比我高多了，没酒量高着呢，他1米734吧，最少六，得，六。啊，76。能不能来个绝活？没酒量，一口吞大饼吧！我没怀孕呀，我就是胖了。一晚上都在刷我，你是不是怀孕了？我说我就是胖了。他倒是这么想的，可惜他没有，他肚子里边除了零食啥也没有。没酒量不是我的，梅莹菲的没酒量，它不是我的。如果你能把张艺兴给我的话，我可以送给你，反正也不是我的。那我能要张艺兴吗？其实我戴上长发还可以。我的天呐，你这么不要脸吗？你直播都。那比这不要脸的还有呢。他太能吃了，你知道我就昨天我今天为什么焖半锅米饭？我真的焖了整整半锅。我为什么焖那么多呢？就是觉得昨天咱吃饭，咱3个都吃的挺多了，最后还吃那么多面条，我忽然间反应过来，你俩好能吃啊。我也不是，我就吃了点肉，剩的那些蔬菜我都没吃是吧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现在巨能吃。所以说我就今天就焖了半锅米饭，他梅梅的眼睛比我小，对，他眼睛比我小，然后他还比我黑，对。小梅怀孕了，别人问你这么能吃是怀孕了吗？啊，2月了呢，哈哈哈哈。你没有发现我最近走路都是这么走的吗？努努力吧，姐们儿，你看我都怀了，你还没有呢。谁的？迈克尔·杰克逊的，对，迈克尔·杰克逊的。他关了美颜比我黑，他没有我白。我跟你说，我周围还没有见过比我白的人呢。没有没有，这是真的没有。没有，周围没有见过比我白的。就你们知道什么叫传说中的冷皮吗？冷白皮就是我就是这样的，但是我不是，我还带一点点粉。啊，对，因为他过敏。我最近一直在过敏，有一次他脸我红的喝跟猴屁股似的，贼红贼红。酒，酒太，我比酒太白是吧，小梅？对，因为我上次见的，我就没有觉得很白。不是，主要你想，韭菜都跟谁在一块儿？它是显得白是吗？那天天跟炭在一块儿，它能不显白吗？但是他们问我韭菜跟九龙都白，但是啊，我没有我白。大南是真的白。那你我跟轮哥，我觉得我也白，你跟伦哥差不多。差不多吗？上次比了呀，上次忘了咱在那个哪吃饭的时候，是我略白一丢丢，一丢丢。然后伦哥是你的那种白，然后大南是那种奶白奶白的。大南小时候身上还有一股奶味儿呢。哎，我跟你说哈，喝奶多了，可能我从小就是喝奶。我觉得我这么白是不是喝奶喝的？我从小喝羊奶、喝牛奶、喝，就每天晚上半斤奶，不是羊奶就是牛奶，喝到17、18呢，不知道，反就正在每基天地都，的时候，我就老闻见一股奶味儿在大男身上。就是喝奶喝的，多喝牛奶、羊奶，多喝羊奶是美白的哦。但现在不行了。
现在闻不见了。开呀，火锅店开着呢。啊，还开着呢吗？哎呀，开门了好吗？打死你！怎么跟结婚的时候变化挺大，没认出来？谁？我吗？我胖的，我比结婚现在应该是胖了7斤，我今天刚称的，7斤呢，在脸上得有2斤。开门了，开门了。开门了啊！想回去做服务员，因为发现服务员好像比说相声还挣钱。我91年的，吃火锅去，是不是两个色号？是两个色号。他们问我跟90是不是两个色号？得4个是4号了吧？想吃牛肉是吧？哎，你好，想不想吃酸汤鸭的面条？哦，因为我这儿有个人，他说他想吃牛肉了。我说你想吃酸汤鸭的面条吗？绝绝子啊！我的乳酸菌。你说下回你们再请客去火凤阳的时候能叫我吗？哎，这两次都没有叫你吗？这2次我在吗？你再想想。我也不在，我也没去，我也没去。因为有时候想的我都已经，要不这么着吧，我打车去吃一趟，光点个锅，然后来点面条。咱过2天就去，真的。我也挺想吃的，我想吃，因为上新了，上新品了，你知道吗？上新锅底什么的了，我想去尝尝。新国回底不的，去来呀，我不得上啊，什么新上国底？那个，那个叫什么？重庆老锅底，老重庆锅底，然后再上了一个藤椒锅底。哦，藤椒的呀，就是一个那个重庆老火锅，我想去尝尝。那就是很辣呗。对，就是那种老正宗的重庆老火锅，他说上的特别这个香着呢，说，然后那回不去来样的话，我就去那儿尝尝呗。可以。让梅梅表演个腹肌开瓶盖，她有腹肌吗？没有。姐姐，你跟二哥是不是差十几个？也没有那么夸张了。二哥现在没有那么黑了，对，我也觉得他没有那么黑，他哎，你说他是不是上镜黑呀？私底下我觉得他还好啊。不是啊，你是没见他小时候啊。小时候那是真黑啊，他跟他哥一块儿。天津有火凤祥，不是我们开的，但是也有这个品牌。没事，早晚是你们的。你这么说，小梅真的不会挨揍吗？我又不认识天津的，建国哥说有什么？建国哥说有什么？有腹肌啊？嗨，你好，打个招呼。吃土笋冻是什么呀？建国哥，建国哥，我能用腹肌吃饺子，你信吗？我看这个哈，枣子，你帮我们问问梅梅，他们那边一看一眼弹弹幕叛姐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试了好几遍啊，我试了好几遍，那个看一眼，我看一眼弹幕判4年。他为什么梅梅的他的头比我大，但他的脸比我小，爱你哦。因为人家是瓜子脸。真不要脸！你那是瘦，恶瘦的，你那是瘦好欠儿，对，太欠儿了。啊，让梅那酒他量们来不个想光吃火剑锅，变身。为什么吃下？为什么不想吃火锅？你必须得吃火锅。什么意思？没有，你在嘟囔什么呢？没有，弹幕说不想吃火锅，但是不想吃火锅。不馋不馋，那就是馋嘛。我刚刚跟梅梅说，她再吃就没人要了。啊？
杀了我吧！感觉每每吃饭，对，他吃饭非常费纸，他就是属于他有洁癖，就是一会儿就要擦一擦，一会儿就要擦一擦，一会儿就要擦一擦。我来重庆吗？我不来重庆。啊，重庆好玩吗？你们那回去的？我们去的成都，啊，对，成都成九寨沟那个叫什么乐山什么大佛又是什么什么的，去了那一趟线。九方黑吗？九方不黑，九方就是脸肿。梅梅是怎么做到吃饭一点衣服一点都，她有时候脏了你们看不见，她一没滤镜啊不对，显，她脏了她有就脏了，你们又看不着，她碰一滴她自己哎呦碰上了，我淡定，反正美颜一滤镜就滤过去了就不没有没显。有没有，主要是有时候碰上去我会喊啊，然后我就要换衣服了。其实私底下他这都是有点的呢，你看这衣服都是有点的呢。你是说你吗？你，我还好吧。我一会儿就下播。哎，壮壮，你哥走了2个小时了，他怎么还不回来？他去哪儿了？走还丢是了，他2个小时啊？走丢了吧？我没有看过网传是什么，没有看过网传。网传是什么？这个材料要出，对，他去陵园了，啊，不能，南阳的名媛才最正宗。家服务，对。我不是河南的，我是烟台人，我是山东烟台人，我不是河南人，我可不是他们河南人啊。我不招黑啊，河南的别骂我。没有，哼。哎。对，我可太白了。哎，是吗？我是山东烟台的，烟台莱阳人，日照离得挺近的。张艺兴是我的老公，我是爱他，我不是喜欢他。嗯，他不胖，他怎么吃都不胖，他瘦着呢。不能，快胖了，也快胖了。烟台苹果和樱桃好吃，对，巨好吃。哎，我发的不是樱莱阳的桃，梨吗？啊。我昨天发的樱桃滞留，因为捅嗓子眼滞留了，我不害怕来了坏了。莱阳大学在莱阳是吗？农学院吗？直六好像点，农学好院的。的人好多哎。结婚什么感觉？没有什么感觉。结婚就是不能正大光明撩小哥哥了，要背地后撩。她多可恶啊！她老公都是张艺兴了，她还要别人撩别的小哥哥。打倒太张开心了！艺兴，迎娶张艺兴，我们要杀开张艺兴。就是，哎呀。农学院、海都学院，对，农学院嘛，海洋的，哇，离得好近。我刚才提什么不能提的吗？他说我有提不能提的，说让我注意一下。我刚才说啥了？不知道啊，是说撩小哥哥了吗？没有吧？是想撩小哥哥不能说吗？那也无所谓，我也想撩个张艺兴。对面那个孕妇理我，好不好？她不理你，她可能她看弹幕，她说看弹幕判刑4年，她吃身上。我刚才已经判刑8年了，我回了两句话。你吃身上了？吃身上了，但是很神去奇，过天津，嗯。吃里边了，没吃到这儿，吃里边了。现在哪都不能去啊，比心。
孕妇啊，她都会有情绪的，大家都担待一下，她就是都会有小情绪啊。你怎么说我？然后是不是应该就哭所以了？他说我，我跟孩子不容易，他说我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李小葵真的丢了，他才干2个小时，正常1个小时就完事儿了。戏真多是吧？戏被他戏真多。郭麒麟，我没有见过郭麒麟。他是不是那个去遛弯了，跑步，他不得跑不一是圈吗？啊，我知道，他连饭都没吃，他遛什么弯啊？那不太了干。梅梅是河南的。是的呀，啊，我直播不能说，要私底下我就告诉你他是河南哪的了，就是驻马店。用他的城市，不，驻马店是可以说的，他那还有个别名。啊，好，不对，那是上小菊他们家的别名，那不是我们家的别名。你们那不是也有别名吗？井盖是你们那儿的别名吗？是的，是的，不是，是传销。啊。反正有你不能在这说，一会儿给你封了。没事，我是本地人呐。不是封账号。啊。酸儿辣女，她吃辣的，她应该是怀的女孩。对呀，我肯定有个女儿啊，女儿多好。因为她穿白色衣服，就显得她。你为什么喜欢穿白色衣服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显白啊。因为帅吧，因为显白帅。哎，这边有个人是河南商丘的，离我好近啊。是吗？那你不要，他们那不是井盖吧？不是那个啥吧？没有这玩意儿，现在谁还偷井盖啊？我不是歧视河南，是我们私底下会开玩笑，只要说起了他是哪的，我就说他是偷井盖的。梅梅怀的谁的？怀的李小葵的。不可能，不他可能，俩不可能！你糟践谁呢？偷情。你侮辱谁呢？你骂我，他骂了我。不在河南，那个李彤，我们在北京呢。他们今天晚上演，这演出刚结束。啊。孩子爹是李小葵，对，是李小葵。他俩老张雨背静，着我出去，老是张艺兴是我的，完了，看见这里吗？已经是张雨静的了。老背着我偷情，你知道吗？他俩，呀，哎，你在谁直播间里说半天？谁开直播了？谁呀？我发小说在直播间里说半天不回我。我以为是在谁直播间呢？啊，我的直播间吗？那我可能不认识。酒量吗？酒量吗？他不看弹幕，你看他从直播到现在，他都看啥弹幕了？他说了，他看弹幕判刑。啥时候去天津啊？我也不知道啥时候去天津啊。对，他光吃东西了，他不看弹幕，判8年了。我本来是准备4月29回莱阳的，现在不知道啥情况了，不知道能不能走成了。咱那招远不是也那啥了吗？哎呀，没有办法呀，能有什么办法呢？哎，防辐射，对，有辐射，但是没有关系。现在手机辐射轻着呢，所以怀孕也没有关系。对，所以我就在纠结我要不要回去了。山西没有去过山西，好，是李小葵的孩子，他是李小葵的孩子，我是张酒雨量欣怀的，的，是张雨欣的。李小葵的，他天天跟李小葵在一起，他俩天天在一起，你不了解难吧？免会。晚上我就天天跟张艺兴在一块儿，是不是艺兴？那是我老公，你没酒量，我怎么着，我的老公你都要沾染是吧？孩子踢我了，艺兴，你快看，孩子踢我了。
你亲亲他好不好？快亲亲！啊，好疼，孩子踢得好疼。我没有事，一心，我没有事，你不用担心我。你快去唱歌吧。哪句话内容有点多？啊！哎，是不是李小葵在你旁边？他走了这2个小时，是不是在你那儿陪你吃饭呢？不可能！一般一星在家的时候，我不会领任何男人的。你不要沾染我的老公，你都沾染我，沾染我的老公，我已经让了一个给你了。哎呀，你看，你看，一星在那儿编歌呢。他在三亚呢，在海南呢。知道为什么他说他要在三亚吗？其实是秘密来陪我的。他连夜回没来有，的。把他挂小黄车，行。现在竞拍美酒量1块钱起拍价。一星他要骂我，他要把我卖掉。李苏，你给我出去！李苏，你别送了，我看到你了，你给我出去！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这副眼镜。谁呀？李苏，我们一哥们儿。李苏，别送了，你给我出去！太不要脸了！完了，我下回都没一有脸块钱，见他了，我都已经没有脸见他了。对，你怎么可以有脸？人说让你别浪，一会儿那个我竞拍价1块钱，现在已经有人出到1分了，大家说你太贵了，1块钱不值。墩墩，是的，就是他给我买的冰墩墩。谁给你买的冰墩墩？李苏，你有冰墩墩啊？等一会儿啊，嗨，我现在不喜欢冰墩墩了。我当时也买了一个钥匙扣，钥匙扣也让我给直接给人了，看。不怎么喜欢冰。哦，那限咱定俩是版买的的一哟，种，是吗？我不是这个，我是那你没个有这个小黄的色钥的匙吗？扣，小红心，没有，我这没也有。有。啊，我不行你了。还有什么？我跟一星商量好了，现在不着急要孩子呢，回头再说。哎，不对，先过2天。李苏今天是不是找我来着？我好像没回他消息。你看对面的那个李他的朋友，他跟你说他并不是忘了，他就是不想搭理你，他就这么个人呢。我跟你说，并没有，有时候我可能刺着点完之呢。后看到了，然后我想回，然后有什么事儿退出去，我就不回了。不是，他就是故意不回你，他就是故意的。我跟你说，行了，不用挑了，不用挑了，不用挑了。刺着呢。我跟你说。哎呀，哦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知道他找我干啥来了。哎，我怎么找不着他了？别让他动了，他找你干啥？我跟你说，你人品次着呢。然后我得找一下他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不用当着人面你就装，其实压根你就不想回，你就是当着人的面你不好意思，你装一下。不是，他今天找我是让我关注他抖音号来着，你就是次着呢。对，你我就是。是不想理人家，不想理人家，然后你就故意的。行，李苏听见了吗？就是这样。刚才来了一个木子苏，是你的朋友吗？就是他。谢谢你哦，我看看，这一个木子苏，是这个吧？他是吕硕的朋友，你知道硕哥吗？知道。他是吕硕的朋友，帅吗？夜店 DJ。真的吗？是的，DJ。谢谢哥哥，你不要送我礼物啦，真的不要，你去找小梅吧，不用人家送送我我，还有真的。钱。
太不好意思了。他一晚上好几百呢。那你一晚上不是好几百吗？我一晚上没有好几百。现在卖小梅，然后一晚上100起拍，咱就不能价钱他稍都微没有。高一点点吗？那101块人都嫌贵呀、啊，更何况100。啊，找一下我室友，我室友我也不知道他去哪了。哎，听那个动静像回来了，他都没有作品，看不到他，可能还没有发作品，梅小亮发过作品吧？什么作品啊？我跟张艺兴的孩子吗？我的。我一会儿我就跟你说，发。你沾染我的什么都行，你不能沾染我的张艺兴，这是我的底线。没事儿，我已经把李小飞让给你等一了。会儿你就看见我的肚子，然后面前是张艺兴的照片，张艺兴在亲亲我的染我肚的艺兴，我在跟小梅连线呢，她刚才跟我磕头认错了，她叫我妈妈了。谁？我没磕。你有点瞎编乱造。小梅说她怀了你的孩子，她张到艺兴现的，在张艺兴的，是你的，李张耀艺奎的，兴的。张艺兴是我的。以后我的孩子就叫对，张小葵星回来星。了。你不可以沾染我的张艺兴，你知道吗？星星。哎，名媛好吗？廖奎，名媛好吗？就是名媛，采耳。采耳。我们都聊你一晚上了，他没反应过来。5000要了美美，哎，美美秦氏明月白月光5000要你，好5000呀，5000，什么玩意儿5000？他要5000拍你一晚上，啊？哎，看我的眼睛，男男子5500，男子出不行！5500了，啊，艺兴，然后。艺兴，你不要听他们说这些，他们给多少钱我都不会找德云社的工作人员出了1万，的。我今天还有晚上就陪五你千一六，夜。不行，你不要沾，你可千万别沾染我老公，我的老公啊，我可什么都让给你了，我李耀奎都让给你了，我的副驾驶都让给你了，从有了你以后，副驾驶我都是让给你的，不没要有，沾染我老公我了。不要了，你把张艺兴给我吧。哎，这么娇火，你说弹幕多过分，现在的价钱已经竞价到50万了。我这已经1亿了，哎呀，是烧给我吗？1000越南币还有，越南盾那是。哦，100万交保证金，现在都打保证金，要怎么交保证金呢？那个，来，把我那个微信号发给他，让他先把保证金给我。1兆1亿，你们真准备烧给他吗？啊，我受得三住。千一，我受得住，我先在天地银行存点，等我去了之后我好花。你先打点关系是吗？对，我先让阎王爷看看我现在有多富有，我让他慢点收我。10亿美金，这都是烧的吗？哎，10亿美金，我这都已经9亿兆了。我这有一证，10兆冥币，3兆。你吃饭去啊？我得收拾这些垃圾啊，你这别玩意儿放着放着你脏别了。回来就阴阳怪气的，我行吗？没有说话呀，就啊，是那 OK，你纸巾冲，不说话就可以，不说然话后就我悄把悄。那衣服洗了，啊，悄悄的就行，别这说就是话，我自己的衣服呀，别说话。还有2件，不多。怎么了？咱每天不是这样？哎这不呀。是今天有外人吗？当着外人的哎哎，面，你能不能注意点影那响？个，听我的，哎呀，奎哥真好，在家还干家务呢，原来家里的家务都是你干呢，
去你的啊，打死你！哎，对，我卖我自己吧，我不能不能这个家我不能待了，我得把我自己卖出去，我找一星星。啊，美美好像绿茶，它不是好像把好像去掉，它就是我不是，绿茶。我跟你说，你幸好是个男的，你要是个女的，你妥妥的茶里茶气的，一个桃币。晚安，呢喃。美美倒贴也不一定要，你看这有一个。樱桃奶球爱雪二哥说：“梅梅倒贴不一定要，发了个狗头。没事，只要行，这辈子都看不上他。你说你挨骂，小梅你挨骂是不是应该的？没有关系哟，我认识秦霄贤哟。哎呀妈呀，你真的是挨骂都是应该的。他是哎，男的，我室友也跟他了。晚安，德语女孩。梅梅在抠脚，对，抠脚大汉。哦，哎。我下了吧，你自己玩吧，你玩到几点呢？我一会儿也下了，因为我吃完了。我现在每天的正常生活就是吃饭、直播，吃完立马下播。为什么？你今天是聊的比较晚的，长的吗？不是啊，我今天已经算是播的早的了。就是时间是长的吗？不长啊，就还好吧，刚好吃完。一般来说，我还有一个饭后甜点。我还以为你要跟我说是因为跟我连线，所以你今天直播的长一点。你真是的，暗示了两次都没有暗示成啊，功，对真呀，烦感人。谢嫂子哎，好像是因为你。哎呀，小心点，不要动胎气哦。一星把梅宝梅钗是宝，还给我哟，谢谢一滚！星。啊，梅梅好，是，你要喂我吃哦啊，好好吃哦。这么不看我要吃脸光吗？光，我吃光光了哟，一星啊！哎，我第一次看你这样看你直播，不，虽然跟私底下，我也是第一次。虽然私底下你贱，有贱过贱的样子，但是没有这么贱。啊，一星他骂人家，他说人家。老沾染我的老公，你说这不好。能不能有人锤他一顿？能？不可能，没有人能锤我，除了一星锤我，谁也锤不了我。梅梅是搞笑男吗？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男，他是绿茶男。你旁边有人？谁旁边有啊，人？是我的声音，是我的声音，我的回音。啊。梅酒量说，就那个梅哈、啊，是梅不能喝的那个梅酒量说，他倒贴我都不要，他也不贴呀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因为我得倒立，我才能贴。现在不行了，现在怀孕了，不能倒立了。你把鱼热一下，鱼凉了，帮我吃掉，快。哎呀，艺兴，你不要看手机，都是圈你的，都是弹幕圈你的，你不要看，你不要看。不要抢我的老公，好你不去忙好？你的，大你家不可要以看，来，他们没有圈你。大家可以来我这儿发张艺兴的下面去圈张艺兴，一定要多圈他，然后让他看到我爱他。不，他只会知道他有了一个孩子。啊。一定在我的下面，我的作品下面都爱他张艺兴，一人爱他10遍，一人爱他100遍，然后都来100个人爱他，然后张艺兴就看到我了。
不是在这儿艾特，在这儿艾特没有用，在这儿艾特他又不能来看我直播，在我的作品，我发他的作品下面，在这儿艾特他不会来看我直播的。行了，别艾特了，你别怎么艾没特来了。我家吃饭呢？他说他啥？说你他忘了，他说你怎么没来吃饭？看看你快拿着饭过来给人看看我做的，这个咱俩不是忘鱼了吗？这牛肉倍儿干巴，鱼炖的倍儿腥气，倍儿腥气，倍儿棒，是不是？你能说就能吃就吃，不能吃就走。你闻闻，这鱼我不会炖，我跟你说了，我不会炖。得亏没来。还可以，牛肉还可以，我吃了，因为。我牛肉给他送了，他把外卖点咱家了，专门去给他送了，我给他盛了点牛肉，气死我了！哎，你就说就这样的室友要他有何用？不赶紧小梅收走行吗？送你了，好吗？艺兴，我们家里还需要人吗？你给我滚！你派九男咬梅梅，他要派九男咬你。艺兴小声的说：“哦，不要了。”爱你哦，I love you too。对，我室友送人，我不是就是一个室友，合租的室友。豆腐乳不错啊，走开，给我远点儿。你知道为什么干吗？凉了，我们热的时候吃怎么都那么好吃呢？鱼腥，我不会做鱼，我都说了我不会做鱼，我第一次做鱼，我也不知道家里放什么去腥啊。你放点胡椒粉去腥吗？啊，现在你想起胡椒粉了？我也没吃啊。啊，对，我拿我室友换张艺兴，我把室友已经送给小梅了，以后他俩是两口子，摔死了！今天在场的人一定给他俩摔死了，不能让他们抢我的张艺兴，不能当我的累赘。艺兴他要拆散我们。有辣椒吗？张艺兴说没有的事儿。上里面找。对，是小葵的。今儿去菜市场忘了买咸菜。我明天去买。是啊，小葵的孩子。张艺兴爱的，你哦。真的是张艺兴的，德语还爱你，是小葵的。张艺兴的。小葵的。你怎么可以不让孩子认亲爹呢？艺兴说肯定是他的，艺兴说他会负责的。我已经送给你一个男人了，不要跟我抢张艺兴了啊！没事儿没事儿，你喜欢胡歌对，吗？他不听，我不喜欢，我只爱张艺兴，我喜欢马天宇。要不然你让张艺兴把马天宇送给我，我可以考虑考虑要不要他。喂，天宇呀、啊，哎呀，他介意什么？他为什么要介意？他介意啥呢？有什么可介意的？烦死！哎，马天宇当初唱过什么歌来着？该死的温柔！啊，你这该死的温柔，让我心不行，在痛，泪在流。我为什么要吃醋呢？我祝他俩百年好合。我是一个淑女。我啊！是一个非常淑女，非常的淑女，打死你信不信？仿佛我看了那5000啊！我是个淑女，我只爱张艺兴。
你看李亮，他不搭理我俩，我俩也不想搭理他呀，真有意思。哎，今天怎么不在阳台直播呢？因为今天没有开椰子。我是一个淑女，我跟大家一定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啊！我打死你，信不信？你说你的，你不用我管要我。告诉大家，是我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淑女。滚西北！我打麻将最忌讳这个字了啊！我不是淑女，跟把那个字给我去掉，我要赢。西北说话有口音，还有人淑女，你属女呀、啊，你是属女呀、啊，恁经常属女呀、啊。我不输，我赢着呢，人家厉害着呢。啊，你没有口音啊？你看他开电脑了，是不是显得我很白，又白了一度？这是我的真实肤色。哎，廖哥，你给我胳膊行吗？给我一个胳膊，行吗？求你了，操，自己屈辱。求你了。求你了，不听。快点，求你了！我给你们展现一个神奇的事情，给我一个胳膊，一个胳膊。他不给我，我不喜欢那个什么剑刺，快给我一个胳膊，求你了，给点面子行吗？这么多人看着，119人看着，给个面子，对面还有没有流量的，加上我这400多人，然后够了够了。给个面子行吗？给个面子，给个不行胳膊，不行，给哎，个面子。知道你就说你白就完不，了，你不这得就难对的比，事儿不用不用。看一个看一个，也挺白的嘛，这不走开，我要胳膊，你看这个不傻给面子，就可想而知他不爱我，他爱的是没酒量。我爱的是我的刮胡刀。那是个好，啥搭理搭理你。呀？那是。你还赢过一把清一色速龙，谁说的？这谁呀？我赢过吗？我不记得呀。他说他赢。哦，你赢过。没有，哎，我给他买一个，我下了播我就给他买一个哈。你知道这个上衣还有个肚兜呢，如果谁能说动让他穿这一套的话，可以给他俩。其实我给他俩买过情侣装，但是他俩都没有在一起穿过。我知道啊，是那个紫霞。对，紫霞跟那个齐天大圣，哎，这个季节穿着热了。但是你买的那个睡裤，不是睡裤，小熊的裤子真的很好，然后让我洗烂了。因为你天天洗，能不烂吗？就质量差呗。质量不差，那个裤子，那个裤子还他去年穿好多好多次，他洗太多次了，对，质量再好也洗烂了。一直在莱阳穿来着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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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去年当时买的时候，我就想说让他俩穿个情侣的，结果他俩真的太给面子了，从来没有在一起的时候穿过。但我今天穿过他呀，穿，下次他，那你穿过，他也穿过，但是你们都不是一天穿的，是他在玩电脑。不是我们也要脸，主要是那个太花了，花瓣还好吧？但是我觉得你穿那挺好看的，小粉。是挺粉的。小白还是小粉？北宫嫂子就是关羽姐，让梅梅看看弹幕吧。我选，哎，我大家不要叫我嫂子，叫姐姐，因为我或叫妹妹也行，因为我的老公是张艺兴。哎，不能老叫嫂子，让别人知道我有对象了以后，我都没有办法撩小哥哥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以后你们就叫我张艺兴的老婆就行。滚！
不要求你们叫什么嫂子之类的。啊，对，叫我张艺兴的老婆可以。咱们是不是离南海子公园特别近呀？啊，晚着呢，对，近啊。离这儿9公里多呢。北工大双井松榆里美术馆后街网恋，南你是海子小公哥哥园，吗？你长得帅吗？渔杨柳十八里哎呀，地。够了。没有亮，你快看弹幕，快点儿！有看什人么？让你看一眼弹幕，在因哪为呢？他夸我了，他叫到我心坎里了，所以我要替他转达一下。他叫什么呀？他叫如，如，如，嗯，他嗯，如你在那发消息了吗？如，我好像没看到呀。我不客，我还行吧，有喜欢的就有。特别喜欢的情侣，我特别喜欢的情侣哟，那不是 CP，人是真情侣啊！谢谢你，叔叔。森森，对，因为大家叫我嫂子，我都没有办法撩小哥哥了。以后我还想撩小哥哥呢。这个秦氏明月白月光说让你看看私信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看。不看你啊，如果我看到了，来，我给他禁言。如说的什么？我室友在旁边吃我的椰子呢，啃我的椰子呢，在那儿。我在直播，你看看这个乡村爱情，人听我说话还挺那个。哎，那个《乡村爱情》的主对，题曲谢都谢快你整烦死理我我。了。一个乡村爱情，一个那个敲罐子。永远的背景音乐，还是倍速。哎呀，那这是那个什么，这是。他俩同居的日子就是一直在每天醒了就是这个醒了就是，然后下一幕就你是，吃完了你别浪费。然后下一幕就是，我跟你说，刘能。对，哇，你们都这么夸我，我看不过来呀，我不会去看大风箱，不会去看。因为他没票。让梅酒量催一下张小雷更新抖音，我跟你说，你们这么夸我的话，这么叫的我都飘了，让小花更个抖音吧。给他发短信。嗯，主要夸我的太多了，都夸飘了。直接喊冤种发抖音快。这办不到啊，这办不到，要老秦直播肯定，我不认识他，我没见过他，哦，我见过没？我也忘了，啥呀？我见过老秦没？我忘了，他现在在那蹲着吃饭，巨可怜，你知道吗？蹲在我的旁边，也没有凳子。穿了个花裤衩子，但是我好像真没看过那个花裤衩子。快给他看看，我可以给你看肚兜。你们家比心都是这么比吗？哎牛！是不是大西吗？哎妞，是不是跟我学会了一招？爱你哦，让我们看蹲旁边这个人啊。哦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啊，我给你们看看那个肚兜吧，好不好？就是买了一套这个嘛，就这个。我的妈呀！
就这种的花裤衩子，然后一个肚兜，然后夏天不是穿凉快吗？跟红孩儿似的，就红孩儿是红的，这个是花的。我的天呐，这他穿上得啥样啊？就是在家嘛，家你露肚子，有时候还凉肚子，吹空调的话凉肚子，你穿个肚兜还凉快，还简单。晚上睡觉也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搭了一个小肚子也不用盖被子，所以说就买了一个小肚兜。哎，你们都叫我干什么？你们叫我太多了。哎呀，他们都在讨好我，都在叫我张艺兴的老婆，叫的我都太开心了。不听了，关了吧。看不过来了，我都。行了，我先断开一会儿，一会儿我就该下了。挂了吧，挂了吧，我也下了。拜拜。拜拜。我下了哦，我真下。哎呀，不行了，哥，我等不到你讲故事了，实在是困死了。没有关系呀，没有关系呀，快去睡吧，快去睡吧，快去睡吧。睡觉的时候会有人陪你的。在你的床边，红着眼睛，然后伸出白毛手，抚摸着你。哎，拉车的，拉车的，叫你呀，过来，过来。来上去。干嘛呢？在给你们讲鬼故事啊。准备什么颜色的西装啊？准备大褂颜色的西装。吃饭了吗？吃完了呀，吃完了呀。我觉得下回我买一顶假发，然后带上直播，就给你们扮演贞子。不错，贞子。最近看什么书？最近在看《安全驾驶交规》。催一下张小磊。科目一还没过呀，还没过呢，还没过呢。
没过，官方啥时候发？啊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发。好了，我要下播了，因为已经吃完了。拜拜，拜拜。